这个也很这边环境很好对，环境上去了吗？哎、欸，哇哦！可是感觉很舒服啦。夏天来更凉快，我喜欢。我告诉你，它没有黑蚊子，这是我唯一到晚上来最讨厌这个天气。这个要给你的，是这样子。我每天晚上在上面报道的。为什么？照相啊。很漂亮啊！这个相片都是由这个庙的住持所摄影的，而且他都是用东西。要不要进去看？你看，我给你看，第一方的。给你的，要拿好。你就知影讲这金龙山神色安怎。